啊，您打电话问奶奶，您先把把孙大明先出来。你想就出来。要穿袍的说袍，袍的鞋子，因为今天给蚂蚁太咬很厉害。哎呀，哎呀，不是有，但是可以看出来，你看有两个，叮了两个。嗯，对呀、啊。你今天是不是摘了这最后一层没啊？是的。在这个小房子，也不让我妈一定了。这里没有太阳。我上次剪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莫名其妙身上就痒，我就看你们被蚂蚁叮，我身上都痒。哇，真的太痒。然后评论区里面有人说，就是看你们被叮，他们也痒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太疼。没事，你今天试一下。天天、啊，你第一次摘绿豆，要不要我找你？叫你。我上次剪视频的时候看你们怎么摘的，我知道怎么摘了。啊哈，你看视频也有学。他这个地张差吧？要不然你看种绿豆，一斤5块钱。5块钱。对，咱们怎么都收了两斤？10块钱。我和妈妈一起3年种菜，我看差不多每个菜叮叮叮，是不是我婆婆不会种菜？是不是？应该是我也这样子的呀。什么西？我真的说的呀，你这什么西？怎么会说呀？我说我婆婆种菜很好，你看他们变菜都是不好啊，我婆婆是那么厉害，你看有一点。问题，但是不是很大的，是不是、啊？这个你这呀都拔了呀，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呀、啊，它不长痘嘞，养我。那这个不长痘怎么办？你看，还是我说对，我婆婆不会种菜，没有痘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痘，应该是没有阴阳，阴阳给我加回里边。你看苍蝇那么多，是这样子的，应该是生病了。我婆婆厉害。现在我都听不到他。他说什么？我没听。看见，他说你说话不干活。哎妈，他刚才在那边骂我。他不敢了，在那边做。KO。我的妈呀！这边苍蝇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有苍蝇，但是没有蚂蚁，很好。我还以为蚂蚁会很多，说你们这踩得挺干净的。啊，因为这个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？哇，你看我现在防晒衣，然后这个背，我怕黑，一天真的没感觉。打现在要拿出来这个。你再放外面。为什么要换？这同一次，好，这是第一次的。第一次，好。它没晒好了，晒好了可以打开。你打开，不踩，不踩，不踩。我听懂。别说什么。打个碎碎的，连肉都跑出来。很好，这里面，这里面还有吧？还有啊，你看，这打开了一半，还在，还有些里面，继续打个。看着奶奶的手。到那里边人就出来，那这个先当着我会，你会不会？好，拿进去了。
个不好的。嗯。啊，这样子的，那么简单。就拿过来。不是这边简单，这一点太多了，怎么弄？应该弄不出来，是给老鸭子吃。我会呀，哎，我是这里弄的。姐自己自己剪哈。不可以，不可以自己剪。啊，你看啊，等一下。哦，给你一眼看，哎，都没拍好，都没拍，随便吃。好，我这个是那鸭子吃，鸭子也要吃，鸡，我们现在也有饿。注意哈，这差不多一个月半个月下蛋，那咯，那个声音也下蛋声。哦，全下蛋了。对呀，蓝鹰看事嘛。蓝鹰下蛋鸡不是蓝鹰。男人家的鸡开始了，不是男人开始呢，下蛋。男人下蛋，真的下蛋。那你们明白我说什么呀？大家明白？大家不明白。你那边会饿吗？以前我小时候，为什么我现在怕饿？哎呀妈呀，太难了。饿啊，太可怜了。不是太可怜，你太可怜，对，我太可怜。对，不行，哇塞，你知道他这个翅膀，这个翅膀比你大，你知道，然后他飞出去，然后他的脖子那么长，然后他是，你知道太可怕了。我想说是对公鸡就我，哦，公鸡也是那一块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是爱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没有被打？公鸡特别打我呢。这么大要咬你？有啊。好好，那摔一下。那你去按一下，按一下呀。哇，你们有没有想，母鸡每天差不多生宝宝？啊，太可怜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露一个，我那都不露。来，你先去干嘛？他掐蛋，掐蛋长那边一边长，一边断，不是那个长断那边掐蛋，鸡的长起来掐蛋。好，这么掐，他的就这么掐，一下就出来。你也在那个给我跟妈妈分比，不留着你也跑出来。我每个小宝宝都会经历问，我是从哪里？一直说。好，你打电话问奶奶，你生宝宝从哪里生出来？我以前是不是有问我的奶奶？每个宝宝都会问，每个宝宝都问。我生了好几个，是谁啊？一个进，咱们还不是。帮他再摘一下，是这么算。